晚安，这个房间留给你。你不睡吗？就当做这是一场梦吧。 这么巧，你怎么会在这啊？跟同事在讨论事情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同事呢？散会吧。你不回去啊？
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没有啊。你坐到我朋友的位置了。Kevin。什么事啊？你知道吗？你没有钱，你可以告诉我。谁知道你要背着我跟几个男人乱来？我就是烂，我跟全世界的男人都乱来。这里面有30万，密码你知道，就当做我是 Kevin。谢谢你啊，大恩人。